桃园不盖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不盖了以后，第一个跳出来的抢最快，然后屏东的周春敏，然后包括嘉义的翁章良，后来台南黄伟哲一看不对，我也要，你知道吗？它的价格就是维持在这边，它并没有一个回落的情况。现在我们去哪里找到说什么龙潭之前，这是不可能的。那广州大地来说话，哎，这你要牵走啊，就你知道吗？后来是，对，为了后来是怎样？后来是寡龟，连续寡了醒龟之后，神明终于同意搬走。